我试过了呢，新加坡服他还是不让我用啊。昨天还可以用新加坡伺服器啊，今天他不让我进去，所以我改旧金山的、啊，是比较稳定的、啊。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还是怎样。拿控制室的钥匙，他这边没有讲啊。对啊，他叫拿001钥匙呢，进入001的。是对面的走廊，进入002室厕所。我、哦、要去走廊，是不是？去看看吧。今天目前正常，因为我换伺服器啊。但是功率真的很烂耶，我的，Fuck you！ 哎、欸，好烂哦，一枪就死了。确定是这吗？可是他自己跟我讲说，先不要，等一下会进来。对啊，我没有拿那个东西哦。妈的，先拿看看就知道。001是宿舍里的，002是……等一下，哎、欸，为什么我跑到这里？这是哪里啊？算了，自己的，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要哪吗？先不要好了，这不是我要先找的东西吧？我包包不够了、啊。001、002，这是对啊，这是宿舍的号码。001在宿舍里。他用触手堵住，怎么有奇怪的声音啊？按内核吧。这写002。001就在这里啦，反锁。真的吗？我是怕我没有包包，我是怕我没位置啊。好吧，把它拿一下好了。我因为我很讨厌，就像之前玩一样啊，东西拿太多，你知道吗？没有位置可以拿东西放东西，真的很烦。啊，他就只给我八格。仓库对面那一间就是了。我知道这间是002啊。那不是001，那什么才是001呢？如果这都不是001，那什么才是001呢？妈的，搞毛啊！吓死那个一个稍微一个动静我就高潮了。这是哪里啊？还是回去啊？
看，你看我玩，你们会不会发疯？怎么有一个智障走来来回回的，一直走来走去啊？好了，我是智障了，是不是？那我要被骂了啊！真的是路痴呢，超级大路痴。仓库对面好啦，我去对面啦，比较生气嘛。这里啊，有了有了，耶、yeah, 终于没有用了，把手放着曲柄嘛，对不对啊？那你看，哎呦，我觉得等一下一定有事，以我多年来的经验一定会有事情。怎么了？怎么了？我放水了哦，我在洗澡，不要进来。洗蓬蓬哦。浴缸里面有东西，控制室钥匙 ，I got it。爆气有没有？霸王色霸气看过了没？超猛的、啊，一招就要你命，要你命三千。哦，拿控制室钥匙了，那我现在可以去我刚刚讲0024了吧？他就掉下来了。やめて。すごいね。好多好多子弹了，好开心了，好多子弹了，干不能拿啦 ，fuck you。你乖乖在这等哈，等一下就来接你了。我去一下仓库哦，要乖哦，不要乱跑。可爱的小枪枪，是哦，可是感觉很像很强的样子，哎，只有一发，感觉好像很强，哎，就是那最后一集有没有？这本书要不要放的、啊？绝版书呢？要好了。那把是护身短枪，然后就我拿看看，长鲜嘛，是不是？我要存档吗？自卫短枪，自杀笔记，我别无选择，我们互相扶持，逃离了那怪物的，逃离那怪物，但罗伯特开始出现了症状，我别无选择，那些该死的东西就是纯粹的邪恶，换作是他。他也会做和我一样的决定，在我把他解脱后，我不得不把他留在浴室里，现在大概只剩我，这怎么看呢、啊、我永远无法原谅我参与了这个计划，最终我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能逃离这栋疯狂的洋馆，一切都只是时间的问题。结束。好悲剧哦，有点烂欸
看一下好了，我也把子弹取出来。可以耶，取子弹。不能取哦。喂，只能看不能用。装备，好吧，那我去依照你的指示，我来存个档先。于是呀，怎么会？蛇王那边我都没事的，是不是？蛇王那里我就超猛的，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失误，对不对？不要说我在胡乱，好不好？啊，那罐血清到现在还在里面呢，完全没有使用啊！你看，血清还在那里，这不是很强啊？是不是觉得我很强啊？好，储存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先来自卫的手枪，不错，有前途，有前途，有前途，前途无量。那那一把到底是干嘛用的、啊？我真的搞不懂哎、欸。干，我要被他抓一次了吗？我不想哎、欸，实在很不想被他这样子。用触手扒一下，虽然有点舒服啊，不是啊，虽然有点讨厌啊。I'm back， 连左人也用不到。对齁，那只大蛇之后不是逃跑了吗？那他一定会回来，我觉得。他一定会强化过他自身的能力之后，变成金色的。啊，七龙珠要出剧场版了哈。佛利莎回来了哈！嗯，差点尿出来啊！你不知道我在憋尿吗？火焰弹可以连烧都不用烧，反正这游戏榴弹加散弹能打天下，真的吗？你等一下经过那木箱子往前推就好了。这个吗？我没有读书，别骗我啊。等一下。这边很多木，很多箱子你。啊对啊，就仓库翻呗。推两个就够了吧。啊，忘记改标题了、欸，然后改下标题了。好像不太想给我改的样子，算了，实况完再改就好了。啊，这样两个就够了、啊。哎、欸，为什么不能跳过去？哎、欸，为什么？这样不够、喔。没关系啊，那标题无所谓啊。没有人会去注意那个吧？你们有没有那个推荐的那个啊？你们有没有推荐的 RPG 制作大师的恐怖游戏可以玩啊？那个玩过的我不要哦，不是啊，那个别人玩过的我不要哦。目前最新的有没有？就那个什么轻轨那种，我已经看过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玩没什么意思吧，知道结局了。
我比较想要知道的就是目前 RPG 制作大师有什么新的恐怖游戏，然后是真的很恐怖的那一种。对吧，这代没有跳跃功能。我感觉这有不祥预感哦。等一下，我可以先暂停一下吗？看起来怕怕的啊。如果要拿掌心雷，先不要进厕所，我就习惯了，拿了之后就拜拜。Rara 控制室钥匙，回到002，推开002两个箱子，柜落出现一个密道，然后之后其他被水淹没，过去过了之后大水槽，里面有一个817大坠什么哦，会有鲨鱼啊。往左边前往控制室，如果不装备武器跑的话，比较不会被鲨鱼咬到。真的吗？有这回事？好，不要咬我。他不是往左边跑啊？看唬我啊 ！Hello， 可爱的小莎莎出现了、欸。啊！晕你啊！你太大只了啊！等等嘛！不要啊！干物跪在地上想干嘛？给我死！靠！才两下我就死掉了，这也太夸张了吧！你老师的，很弱，一枪两只，我没有被吞哈，不好意思哈，让你失望了哈，我死掉了啦。安内有欢喜不？要不要鼓掌一下？我那被吞，我是跪在地上好吗？没关系，我有记录。等一下，该放的东西没有放啊。我忘记我这个记录点是在哪里。没关系。好，我知道了。啊，我不知道。看没有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快死了，因为我的血。是一咪咪，吃一下就好了。Fine。哎，不要一直开啊，这样不好玩啊。奇怪，刚刚是怎么走啊？刚刚是要绕着圆环吗？还是往反方向啊？我走过这里了哈。后边，东西该拿的都拿了吧？对啊，我们要直接去024。这里啊，打僵尸用火焰弹，他就不会暴走了。可是我火焰弹想要拿来打植物欸。我想打植物。那个火焰弹76发应该是够打吧。啊。被他敲了一下。这样要重推了。等于用火烧。往左边跑。
在控制室先放水，这时候鲨鱼会把玻璃撞裂，首先解除画面右边的一个小的东西，然后左边讲。啊，感觉我会一直死在这个地方哎、欸，有点讨厌啊。还有在放什么仪表板之类的，油压要调，还要调油压，还要到外面调油压。再重复前面的动作，把铁板成功降下来，放水即可。植物用药剂，不要浪费弹药。可是我还没有拿到哎、欸，没关系吧？攻略会说明一切，对不对？柠檬大门的提示也会说明一切。感谢大大的指引。您说是不是啊，大大？这样我刚被咬了，我想要吃一下。我刚被咬两下都死了、欸。不要装。那个鲨鱼可以杀掉吗？可是我觉得杀掉有点浪费，浪费子弹。好，再来一次。别跳过动画。不公平啊！被偷亲了一下，偷偷搞到经理安尼，等等可以调配。好了，我成功到了控制室了。怎么控制呢？往下走。他说呢，先放水。哎呦，有鲨鱼！这时候鲨鱼会把玻璃撞裂，此时解除画面右边不晓得什么东西。压力罩。然后，是什么？出现了错误讯息。致命时，右边。感觉他等一下会冲进来。放下来。他说会一半，第一次会失败，然后要到外面调油压，重复前面的动作。油压在哪里啊？Reaching 50% of pressure threshold. Activate emergency cleaning system immediately. 油压在哪里啊？Reaching 70% of pressure threshold.提供外面油压洗涤洗豆芽，直接跑掉就好了。在同一层，但我觉得我要死了、欸。啊，我第一次玩齁，没有呢。现在不是时候，好吧。也不是这里啊！救命啊！到位，我在这里、啊。
为什么你又打开了？100了耶！哎，对啊，我已经，哎呀，我死了，干，干你老师哎，我不是按了那种不够放下来，啊，对啊，我油压调完了之后，我要再放，他不让我放啊。他妈的，对嘛，调油压再重复动作，把铁板成功加下来就可以了，舒服哈，超舒服的，洗热水澡嘿哈。哦，好啦，对不起嘛，我错了，老头错了，没有呢。现在观众们非常的怒火，怎么有这么笨的人啊？对不起哈，我第一次玩哈，妈尼玛，大大，要给新人一次机会嘛，对不对？不要赶尽杀绝。好啦，有念没有懂嘛，可以了嘛。啊，对哦，等一下僵尸会起来。可是他说重复没有错啊，我重复也没有错啊。重复好像是要先降水位哈，对哈，降水位再放那个油压那个闸门是不是？那我刚刚就直接要开，直接要闸门的这样。啊，不想跟你浪费时间。笑得很开心，我超无辜的，我开心不起来啊，被你们笑了，被你们取笑了。很久没有亲热了啊，到底有多久没有在那边演出过动画？对啊，你看我给他有演出的机会，你知道吗？对不对？应该要感谢我才对啊！他很久没有这个平台可以发挥了，你知道吗？他等了多久啊？少说等了好几十年了吧？是不是？这款游戏少说有十年了吧？不要说重置啊，出版你这样算过来就应该有十年了吧？对不对？你看那个鲨鱼多可怜，就为了这一刻，对不对？我现在让他如愿以偿了，所以说他应该等一下不会再这样撞进来了吧？应该要感谢我才对啊，对不对？欸，的确呢，这样跑比较快呢。难道我跟鲨鱼是好妈鸡，还要跟你们说吗？对不对？我刚刚是在帮他，懂不懂？什么叫做236236加 A？ 我不懂啊。好啦，摇摇我。不要啊！我明明就跑很快了，为什么还是被咬？哎，欸，你看我被咬了，我还身强体壮，照理来讲我应该跛脚才对啊。等等，被他偷偷亲了一下，有点不开心了。已崩溃。我是新手，体谅一下我吗？
所以说我们跟按照刚刚的循环，这个要先放下来齁。喂，哎呦，哦。Emergency, unknown source of pressure detected. 然后 Locking all doors to achieve maximum safety. 然后，按下，保险在哪里？保险在这里。好，解除，然后再来，开这个门。好了，我知道怎么做了。我这次绝对不会再失败。如果我这次再失败，哈，哦，等着看哈。Reaching 50% of pressure threshold. 绝对不会再失败的，您放心。就只是简简单单按个按钮而已啊。啊，无法抽水。等一下，好，解除。然后放下来，有了有了，你看成功了嘛齁，有没有这么简单？好久没有看到鲨鱼被鲨鱼咬，利用胸部的浮力阻挡成功鲨鱼，靠背。为什么他还在撞啊？我都已经……啊，算了，我觉得我应该是过吧，对不对？所以说，我要直接放水吗？哦，对，抽水。然后鲨鱼就回去它的大自然了，不会成功的啊！你看，我已经把它成功的隔绝在外头了，它怎么可能成功？对不对？我是谁？我老头呢？不可能会才会成功。就跟你说，刚刚上一轮死掉是为了让它有演出的机会嘛，对不对？在那边。你看我多么仁慈，跟他是好妈鸡呢。好的，他接下来呢？镜头上的电箱和宿舍钥匙，电箱有一个宿舍钥匙，调查后大鲨鱼会装到水里。这时把身旁的发电机推到水中，然后打开开关，就把它电死了。好，I got it。等等，我要先适应一下这里的环境。有散弹哦。等等，觉得现在不宜马上使用这个东西。我有没有空间可以放啊？两格，注射钥匙吧？对。我知道拿，我这边只有拿宿舍钥匙而已，所以散弹我带着了。啊，这是榴弹啊，拍子有点残。Hello， 你这样看起来好像海狗。我会不会被它咬啊？死了、欸，好可怜哦。其实它这样，你知道吗？其实它这样长得还蛮可爱的。你看它眼睛，感觉有点可爱。我玩简单而已啊。以我的身手，你觉得要我玩困难，不太好吧？
搜索中。动保协会，这里已经没有管动不动保协会啦。哦，凶呢！嗯，这我不能先按哦，先把它推下去哦，然后拉下拉杆，把它电死。啊啊！你来抽搐，抽搐哦，去了哇！好久没有这么爽啦啊！所以呢，已经坏掉了，那我跳下去会不会被电死啊？应该不会吧？那我就下去啦。注射钥匙。哎，这只鲨鱼比刚刚那只还大只。感觉有点可爱。我又不是笨蛋，先下去。再笨的人也知道那有电好吗？是不是？诶，我刚刚是从哪里出来的？我都忘记了。哦，对，这里。然后出去的时候不要走原路，不要走原路。建议走到控制室门外一个逃生梯，所以这是原路，叫我不要走原路。出了0024，用钥匙打开走廊上的另一个门，已经没有虎头蜂飞进来，不用理他们，直接直走到左转，到一个走道，有个死人抱着杀虫剂，死人抱着杀虫剂，念起来有点奇怪，什么叫死人抱着杀虫剂啊？用爆的，那杀虫剂很大一罐，所以是用爆的，好吧？欸，左轮欸，拿不能拿，好可惜哦。上去会被秒？真的假的？因为他在上楼梯上拉屎屁呀、啊！已解锁。不要理他，只走到左转一条通道。哎、欸，这个都不见了、欸。那我也过不去了、啊。还说好的虎头蜂呢？错解，我忘记他还在了。吓死我了！我都忘记他还在这里。还好系统贴心。对啦，我就是路痴啦。然后。左转，我是不是哪里走错路了、啊？哦，就是这个门嘛，会有虎头蜂飞进来。我才不要用火焰弹呢、欸，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猛的东西啊。
等一下。哦哦哦，不要盯我啊！我长得非常的清秀啊！你这样子我哪受得了啊？哎，不能用。这个动作，活塞运动。然后之后走到外面的走廊，了解。啊！不要乱盯我啊！其实我觉得把他射死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要让多此一举？可爱的小蜜蜂。不是这了。是地，好像有个洞，要去了哦。啊是，好像被臭死的。啊，鸡也放了屁，好臭啊！臭死啦！我想去记个录，哎，也不是、啊，我想去整理一下我的装备，可以吗？看一下，等一下拿什么？待会杀虫剂就走了，走到尽头杀虫剂，003钥匙，好像不太需要、欸。等一下也会把这个书放进去啊，我觉得榴弹有点卡。我还是把榴弹放回去好了。啊，先调配药剂，我想要先放哎、欸。哎、欸，这个该不会又要拉我了吧？要怎么破解这个东西啊？是别的地方也有箱子可以推？没有啦，就只有一个箱子而已啊。那这样子，我每次都这样被他拉爽爽的，有点不甘心哎、欸。那你看拉一下，我的血都变这个样子，不甘心啦、啊。蛋，绿色药草，随身携带绿色药草，养成良好的习惯。话说我的那个只剩一个了，我看我就存档好了啦，我不想要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啊，我不喜欢，先存档好了。不是要慢慢看出完的欢乐吗？出完我卡很久啊！我第一次开的时候我就没看攻略，我卡的超死的，卡到有点闷啊！不想这样，突然不是很喜欢卡关的感觉。我不介意卡关的尴尬。我不介意，哎，说实在，我台语很烂哦，我怕一直讲给你们笑，还是不要讲好了。讲给你们笑也不是很好哦。我不介意输的尴尬，各种烂。好，现在呢，我看一下啊，003钥匙进入杀虫剂对流洞，然后走到尽头。这里走到尽头，
哎呦，好恶心哦！被叮死了。好的，被叮成这样子 也太可怜了吧！我由衷的替他感到有点默哀一下。我让我们默哀十秒钟。进入之后，好，把书架上的书拿下。这是什么？哦，有耶，这是存档的地方吗？三个。生化研究所实验报告，在之前的报告中已经提到了 T 病毒感染的细胞特征的相似性。现在在反复的实验中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新特性。我们发现了 UMB 系列的化学试剂 UMB 20号有一种对植物细胞有毒的成分。我们给 UMB 20种哦 ，UMB 20重新命名为。V-ZOLT， 如果计算结果无误，注射了 V-TOLT 的植物将会在5秒内死去。V-ZOLT 只需要单纯的纯和 VP 试剂和 UMB 试剂变能合成。注意处理 V-Z。搞位呢？讲一些我都听不懂的东西。欸，我是看到漏点了。那个是奶奶吗？奶奶是你。我要排列一下。给你们评判几个好不好？这个应该是在尾部的嘛，是不是？然后这个在这里的嘛。欸，没有头。哇，裸体耶。裸女拼图。好卡。Lady Gaga。他说开门之门会有一个暗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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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么打他？直接上去射他吗？哎，给我点心理准备好吗？我不知道怎么打你啊。 Fire Pew，两发你就这样子嫩，还说是高手。欸，还没死啊。哎呦，靠北啊，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啊。等等，只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好吗？这时候适时的吃补是一个很完整、那个很安全的一个动作。蛋嘞，蛋嘞，嫩，靠嘿！我今天把所有的第一次都送给你们啦，阿内也在不？我把全部都给你，不留一点余地。我把我所有的第一次都献给你了，啊，你有怀疑不？有没有开心？欸，好，捡到了一个神奇的牙刷啊，不是牙刷，阳光钥匙，有点像牙刷嘛，对，像牙刷的钥匙。欸，要五发才能把它打死欸。
好了，杀掉之后拿到钥匙，钥匙之后，哎呦 ，Hunter， 回到洋馆，一回到洋馆就有只 Hunter 堆上来，不管用，不用管他，直接到楼梯间用掌心雷把置物中间中的，把置物间中是把置物间门口的 Hunter 一枪打死，然后在楼上那只下来支援前进入置物间，有点。感觉好难的样子啊！有点能力，三发就死了。你要等他打开核心再打是吗？那是哦，我不知道啊。等等，那我要怎么回洋馆呢？意思是说我要用走的吗？回到洋馆，这是宿舍庭院，欸，有点远耶，回洋馆有点远耶，你确定要这样子走回去吗？这怎么破啊？这是干嘛的？这是干嘛的啊？我不想要走回去啊。有点烦欸，路途遥远，真的吗？我觉得很远欸，你看还要走到那个墓地，你看我现在在哪？我现在住宅，还要走到庭院，然后再走到洋馆。哎呦 ，Wesker，Wesker， Jill。So you're safe. That's what I was going to say. I apologize. It was all I could do to protect myself against those strange creatures. I understand. Anyway, it's good that you're safe. Did you notice? Barry, you sounded a little flaky. Now that you mention it, yeah. I'll keep a close eye. Maybe it's quite natural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s not really our standard operation. Jill, our first priority is to get out of here. I agree.There are still rooms in that mansion we can't get into because they're locked up. I've been looking for ways to... Okay, if there's anything, I'll go back to the other mansion. I'm counting on you. 在那边装。走左边的。很会装你哦，因为我踩到什么蛋哦。不知。被发现了，其实我是怕迷路。等一下，我要不要拉？可以不要拉吗？算了。欸，这个可不可以推？这个不能推啊。我的手指杖，欸，他已经死了齁，对哦，这植物都死掉了，我怕他拉什么，我要怎么出去啊？我先记个路好不好？让我先记个路吧。这个已经没有用了啊。嗯，我觉得散弹枪好像也蛮危险的，感觉不够欸。带枪好不好？还是不要带。我散弹剩18欸。我怕我等一下被 Hunter 咬死啊。
上次看游戏老师说提到威斯卡，一看就知道是个大反派。判断之后就判断之一就是哪个人每次在房间戴墨镜，也对啊，白痴哈。这么黑的夜晚还戴什么墨镜啊？跟智障一样，这样还看得很清楚，真的是太天才啦！这曲柄还有用吗？我还是带着好了，感觉它的用途不止只有这样子而已。好，我带手枪好了，以防万一哈。我刚刚捡到啊。不要啦，我怕死啊！我要带多一点子弹，感觉比较安全。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啊。还没出来啊 ，Hunter 呢？说好的 Hunter 呢？你在哪里？这里还不会出现 Hunter 吧？睡觉。咬屁咬。我已经带了、欸，没关系的，好多蛇哦。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走错哎、欸，因为我已经忘记我回去的路长什么样子。手柄在啊，我手柄还有用吧？因为我一直觉得它是有用途的、啊，所以我就把它带在身上。你看，回阳馆，真是一条漫长的路程。哪时候多这么多东西啦、啊？一定又是贝利留下来的，就甘心欸。你看，就是贝利用这个对付锁住的怪物，枪支无法伤害他，我还修好了破门。是谁啊？这是威斯卡欸。难道威斯卡还想追我？因为这边有狗哦。我记得这边的狗狗我没有把它杀死。硫酸弹嘞，感觉不拿可惜，你知道吗？你是我的梦，但我里面是只啊。What's the Stars Radio doing here? Hello, hello. 他给我的安娜打。Let's hope the thing still works.、啊、未接，真的是已读不回，太可恶了！我最恨已读不回了，每个人都已读不回。太令人伤心，出现了，可以呢。
他们会不会开门啊？我应该会我应该会有个仓库之类的啊。怎么多只啊？哎呦，我超级会闪的。我出来啦！太神啦！神走位有没有？一个高级的神走位。用掌心雷把置物柜中间的 Hunter 这样打死，而且楼上那只下来支援金前进入置物间。我是不是错过了置物间啊？出来了要给钱啊？我偏不怎样，我偏不给钱，你想怎样？我这样子走过头了欸。等等，我要回去，我要回去那个反锁那道门，走那个置物间。我突然觉得 Hunter 其实不难闪嘛，是不是？一下就闪过啦、啊，吸不吸？这个吧。不是这里啊，我走错了吗？还要再经过一扇门。这里。这里。好了，我终于到了置物间了。妈的嘞，吓死了！没想到这边还有一只啊，超可怕！然后。他说榴弹枪硫酸弹哦，等一下要打大蛇，到时候用到，如果想唱他的很好用，到时候身上不要带的东西，家长都要死两三样就够了。 OK 东西不要带太多是吧？两三样曲饼要不要先放下来啊？曲饼有用吗？看一下哦，金色虎头蜂，各种虎头蜂。他说到时候用的道士药带在身上就对了。上楼时用走的就不会被 Hunter 发现，一上楼马上进楼梯口左斜对面的门。那用滑鼠点好奇怪啊！不用滑鼠。这一带有必杀技哦，那不用带补血啦，啊，都给你玩就好啦，靠一下就死了，是不是？对不对？靠一下就死了，给你玩就好啦，我洗洗睡啊。先放了，真的才会用到两三样。然后记个路哈，
我要记一个我回到这里的路。记录20次了、欸。初代会被斩首，那不用玩啦、啊，真的是看他玩就饱了，对不对？各种洗洗睡啊。好，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想把这只先打死。我正前方这只把它干掉了。好硬哦！我在射到肛门呢，刚刚好。他说不要用跑的，我用走的看看好了。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然后他说到左边楼梯口斜对面，看不见我。轻悄悄的来，轻悄悄的去，没问题。好了，我来到了这个地方啊。他是说，房间里有一只虎头蜂标本，金色虎头蜂模型以及钩子。哦，风之徽章，风的律动，走哪里啊？这里，进右边的房间，就这里嘛。之前我本来来这里拿东西的，结果没有办法拿，这边有个钩子。各种鱼钩，各种钓鱼啊！你们，然后呢？装上去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奇怪，有虎头蜂标本，虎头蜂标本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他说的虎头蜂标本？这里有的，黑蜂，Nice， 风之文章。哎呦，你活了！啊，不要！不要！为什么会有虎头蜂跑出来？风之律动不错玩哦，我没有玩过哎、欸，那是那个《萨尔达传说》的吗？出门之后右转，走到尽头，进入墙壁夹人的房间。会夹人的房间，可以呢。先是把雕像推到最后面。出门之后，右转到尽头。这里吗？这间。如果是神人级的话，这一个小时半就解决了吧。
进入了这个房间了，然后先把雕像推到最后面，出来后再到右边墙后，把的镜头。不是这样吗？他说的镜头是哪里的镜头？这里。反正玩屁啊！那我这样子，我不就被夹死了吗？右边把电脑开关，又往回跑。我会不会推过头，然后就把那个啦，把自己给夹死啊？有没有这种可能？要再推吗？我有点担心，我等一下真的被夹死。可以呢。有了有了，原来是这样啊！哎，不是这样的吧，拉拉？原来要迅速的往右边推啊！那我动作要很快才行啊。欸干。跑错边啦。丹林老师。丹林老师。干各种手残啦、啊。我推错边了啦，不行你。对对对，耶、yeah, 有了有了有了，啊，来不及！为什么会来不及？为什么会来不及呢？为什么会来不及呢？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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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与激情，快点快点 ，Come on come on come on。Come on！ 啊，又去了，不好操作啦！不是我要讲，哦，我这样，那怎么过啊？对哦，我带武器哈、哦。等一下，我把武器脱下来。那如果把武器脱下来，最好过了。再一次，跑比较快。好像有比较快一点哦。
为什么推不进去？不是要推进去吗？不是要直接推进去吗？我不是要推进那个格子里面吗？嗯？那我就不懂了。我靠腰哦，智障哟！原来它有个卡榫啦、啊！看，我跟白痴一样。好，笑笑就好了哈，笑笑就好了哈，没什么，没什么。给你们笑了，就为了拿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地上有个装置啊！我现在才发现，我还在那边想要试图把它推进去。那个，好的，有大舅文章前往小木区卫生公园馆表示。下去，有一本书，《最终之主》。我出不去，我已经试过了所有的可能的通路，但已经 无功而返。能面对我被困住在这里的事实，我四处都去过了，包括研究室里包满福尔马林的大玻璃试管，那些又黑又混又诡异的洞穴，我还能怎么办？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但是从走廊传来的那熟悉的高跟鞋踩的声音，反射的一个人浮现在我脑海里，杰西卡。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和我一样受到和我一样的对待，我就不能就这样子放弃了、啊。相信希望结束。啊，对，送了这种东西。好，有个密道。哟，有点可怕啊。Hello， 大蜘蛛你好。这是什么？才刚没散弹，现在又有散弹。地下一楼。奇怪，说会拿到大舅的徽章。妈，我还没拿到徽章。有声音。僵尸的声音。不止一只哦。有没有？我正在集气，准备好位置，就是现在。哎、欸，没死哎、欸，算了，这个没爆头就算了。浣熊市的地图，干，我这样子会不会被电死啊？要。大概知道他的意思，是在那本书的上面啊。Open， 很好，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对这些僵尸已经无感了。他说：“透过蜘蛛走廊，二楼蓄电池，就这里吧。这边有一只，欸，已经有电力了。刚开始还打不开的时候，到了二楼。”出了电梯往右走，前面的房间那是铅蓄电池。我要跟大蛇对决了。喂，没礼貌，没礼貌啊，大哥。欸，我吃到他哦，我都不知道我吃到他了。嗯，我这有一只。打不开。威斯卡装的，威斯卡装的东西。后面有一个门，嗯，有好多门哦，我该怎么走啊？请问汉化补丁哪里抓？詹大妈，你打 3DN， 然后去官方抓去。那个三大妈的那个汉化补丁，说现在就有了。出了电梯，右边前面的房间拿蓄电池。前面房间，这一间吧，有点绿啊。哎，哎，太好了 ，nice nice。我知道我需要这个，就甘心了呢。好，拿了，然后再来去，再说一次没听清楚哦。就你去官网，也不是你去那个奇摩浏览器或 Google 浏览器有没有？打 3DN。然后你要去它里面找《生化危机 HD 重制版》的汉化补丁，它里面都是大陆字啊，所以说你可能要稍微找一下。过来都经过那我今天的走廊，到达图书馆。图书馆，这里吧。对，三 D N。是这里啊。这里不是这里啊，我看看。继续往前走，这一间吗？
也不是这里啊，我迷路了捏。这间我已经准备好硫酸弹了，昨天才过关两次，你好猛啊，真的太猛了，居然可以过关两次，我都没办法。这间吧，使用了阳管钥匙。为什么你们可以这样一直重复过关呢？是什么？散弹，先不要。这不是我的任务啊，目前不是在这里啊，目前是在那个。拿黄金剑的地方，没错。走错路了。男女各一次，然后拿无限子弹。是哦，两个各一次可以拿到无限子弹哦。无限子弹是所有东西都，所有的武器都无限嘛？那这样子就超强的啊！有人可以告诉我图书馆在哪里吗？图书馆在那里啊。他讲的图书馆在哪里啊？往哪的地方继续往前走。在哪里啊？出了电梯，又走到前面的房间，拿那个拿出来之后，经过然后无尽的走廊，往拿的地方继续往前。继续往前走，这里吧。算了，直接下来好了。对啊，这个门坏掉了。欸，不是这个门坏掉，记错了。大大会一直回圈。是吗？会一直回圈吗？如果现在没有问题呢？只有你会回圈吗？还是其他人也会啊？
底是哪里啊？都忘记了。我回来原点了、啊。奇怪。我要打大蛇啊！可是好像少数人才会这样吧？因为今天新加坡伺服器。新加坡伺服器我没有办法登录啊，很奇怪，他不让我登新加坡伺服器，所以我开旧金山的，我只能这样啊，不然的话没办法、啊。不能把门撞开，有点猛。这也是打那个，这也是放花草、放毒那个什么药花草的东西吧？不会讲啊。算了，先回一个仓库好不好？不知道图书馆在哪里呀、啊？散弹要被我用完，还是自己带榴弹好了。我看我随便乱走看看好了，好吧，就会走到我要的他所说的图书馆之类的。耶，图书馆在里头。是的。这边绕一圈过去看一下。这里吗？干，这个门看起来不像是图书馆啊。后花园。也不是这里啊。难道是这一间？野哥不是，我回来了。各种难走。
是这里啊，以为是拿散弹枪的地方。这不是那个被毒蛇咬死的那个房间吗？难道要回去原本的地方吗？原本地方图书馆。也没理由要回来啊。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图书馆，好吗？是吓死了！这边东西也都拿过了、啊。到底是伫倒位？走廊拿的地方继续往前，总会到达图书馆。一整个不懂啊，我该不会就这样子卡到我棺材了？不会吗？不过我倒是哪，这里未来过啊，不能拿，没有位置给他放啊，拿了我就不能拿书了啊。这里都来过了。呀，我重新弄一次好了。我重新弄一次，应该比较不会迷路了。这里没礼貌，
电音功力恢复正常。我什么事情都没做，它就恢复正常，很奇怪。好，从这里出去吧。然后往这里走。等一下，对，上二楼，然后左边的什么，先打开总电源，然后进入右边。出来之后，经过拿黄金剑的走廊的地方，继续往前走，回到哪图书馆？继续往前走，图书馆呢？图书馆呢？难不成是这里？他的图书馆定义到底在哪里啊？记得我曾经有到过图书馆。这个就是图书馆，不可能吧？那里看起来像图书馆。这里哪里像图书馆啊？哎，反正有路就走。哎，这里啦！哦哟，真的是，还要找这么久啊！打完了，打爆他！等等，身上随身带个药草是个良好的习惯啊。带一个。すごいね。干，我被推下来了啦。无耻！这个无耻，无耻之蛇，是的，好弱哦。有。就拿到这本书，拿到这本书打开，结合，检查，它里面也有一个，这就叫做狼的徽章，很好。好的。这边有写说，打完大蛇之后，拿到钥匙的走廊出门直走左转，进入阶梯后进右边，要用凯的钥匙开门。先把灯关掉。欸，曲柄我都有带哦。哇，曲柄我没带，搞笑了。我没有带曲柄哦。
他说打完大蛇会拿到剑的钥匙，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看到啊。应该在上面吧，因为我刚刚不小心被他推起来。左转进入楼梯入口。啊，都怎么走？有点累，想睡觉。我想要先记录爱哭。什么东西？还什么东西？现在只想睡觉啊！我今天记个录啊。我是没色带啦，睡觉。那我还有一个色带。明天不用加班，所以应该会比较早回来，可能会早点开台吧。明天五点就下班了，所以五点半我回来吃个饭，可能就继续开，所以说会比较早。明天可能会是六点半或七点吧。那一样可能就是开两个小时左右吧，或是快两个小时。都好累了，加班加到累哦。好啦，感谢今天各位的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实况的话，请追随我，那或者在我脸书专业的地方按赞，那这样的话对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啊，谢谢各位啦。休息先，拜拜，拜拜。